人在哪？阿虎就在哪？你这样不会痛吗？你真的是连续倒地的毛海呢？一吃无难事，好你也躺好吧。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真的听得懂话？啊啊！你学我讲话吗？你这个大披萨，阿虎吃新披萨，好可爱。你在这高住院呢？嗯，整个身体都是可爱。啊。怎么了？嗯，差了耶，这颗小时候的那个东西呢？月牙呢？啊，胖了呀，胖了呀。人在哪？阿虎就在哪。嗯，哎，阿虎，多休息啊、哦，猫咪就是要睡觉，是这样吗？猫咪都什么时候睡呢？我一整天几乎都没有在睡觉哎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日子很舒服？怎么会录到？你干嘛啦，阿虎？你这样不会痛吗？没有。在做什么啦？想吃饭吗？来，倒下。好，你真的是连续倒地的毛海呢。啊，先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还有这个东西，我用这个师傅看。嗯，啊，是啊，累了，想睡觉。我窜出了一个我的黑龙也来，好在集团出现，通知我的江武德。啊，你们刚刚吃完饭而已哦，不可以哦哈、哦，你们这个讨债金三角。躺一下，嗯，怎么跟上来了？哎，怎么跟上来了，小朋友？你看你的一个红毛腰啊，屁股这个虎元宝。越来越圆满了。好了，快天亮了，我爸睡一下。好，你也躺好吧。还真的是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真的听得懂话、啊？你看你这个肉肉，有够会享受的猫。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啦？啊，弯不过去，弯不过去了，怎么办？这个身材很搞笑 ，BG 呢？也 BG 的一个词，那是老人才会用的。哎呀，加油加油，阿虎你可以的。只要腰不要闪到就好，赶快要不要助你一手之力？哇，加油加油！我们过去了吗？肚子稍微大了，好，一起睡是这样子。你这样睡的时候，就算我输给你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有猫可以这么的爱人？你实在太可爱了啊，这个实在是无法用科学来解释。要去你的标准位置了，好护哎、欸！晚上有猫陪真好，我最近都真的很喜欢在这个地方。解锁新知识，阿虎，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，你只要有一吃无难事，对不对？就这样吧，啊，有点累了，先躺一下。阿虎哎，晚安。